新赛季最恶心的老六玩法，我愿称之为屏幕失灵流。亚瑟沉默，扣掉对面的技能键；盘古缴械，扣掉对面的普攻键；白起嘲讽，扣掉对面方向盘。所以别问这个吕布为什么不跳大逃跑，问就是他的手机完全用不了。如果你只能双排，那就直接用亚瑟加盘古。盘古让对面无法使用普攻键，亚瑟让对面无法使用技能键，给对面留下一个没有伤害的方向盘，是峡谷老六最后的仁慈。不只是抓单六哦，打团同样六上加六，因为除了亚瑟的沉默、白起的嘲讽和盘古的缴械都是范围技能，对面能放出几个技能，能 A 出来几下，只能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。所以这个组合基本上可以克制全王的峡谷任何英雄，不管对面是什么职业，不管他操作有多六，不管他是靠技能打伤害还是靠普攻打伤害，在峡谷老六组合的面前全部都是地中地。在屏幕按键通通失灵的情况下，对面唯一的操作就是无法操作。而且这个组合越到后面越恶心，因为亚瑟有双沉默，盘古有双缴械，白起的嘲讽时间会越来越长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你用这个组合去抓人，直接是抓谁谁懵逼，打谁谁求饶，全王的峡谷就没有一个敢不服的。所以喜欢六人小伙伴赶紧去试试这个玩法吧。